哥早，早安。欢迎峰哥，谢峰，谢博森，谢雨雨，谢九二幺，谢白银，谢三哥，谢家人们，谢家人朋友们。画面卡，我看一下。闹钟响了，我本来定的闹钟是中午十一点醒，然后今天八点睁眼了，然后我就告诉自己我要起来直播，我爱直播，直播使我快乐。是什么力量让我早起？是想见你们的心。做到了。对。富生这么爱播。富生说，从来没见过一个主播那么爱直播的。
真姬，好像有点像哦。学了多久的古筝啊？有十年吧，有十来年了。谢花好月圆，谢左岸巴黎，谢谢阿兹阿一兹阿一兹涵，谢花好月圆，谢古梦小姐，谢四爷，谢爱之静止天空的味道，九龙国森哥，征集。听见你这几个点是两个句号是什么意思？直播很重要，身体很重要。嗯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谢谢家人们的关心，超爱我。超爱我。这是一个正能量循环。这是一个正能量循环。给大家弹首顺流逆流。首先我喜欢弹，是不是？然后来我直播间听我弹琴的朋友也更喜欢，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，越播越开心。现在还弹半个小时的吗？不弹了，那个已经被我列为禁区了。我现在已经不弹那个半个小时的，我手都有点酸，不行不行不行。
首《顺流逆流》，送给来到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。感觉昨晚没休息好，对，最近我昨晚才睡了5个小时，我平时要睡8个小时的，今天为了早起直播只睡了5个小时，就拜拜了，就拜拜了。因为我发现我好久没有早起开播了。好的呢，回头见 Q 哥。今天为啥会是早上？因为我不是每天都说我要早起开播吗？我每天都说，每天都说，我每天的小目标就是今天要早起开播。今天特别漂亮，谢谢贝贝，你们看，你们看。Q 哥有空，下班了再过来玩，再回来看我。你也拜拜了，你是不是要睡觉了？为什么上午反而人多呢？对啊，所以为什么我要一定要早点起来的原因。早上没有那么多大主播。一二三，谢谢浮生。还没睡醒，摇琴都摇得懒懒的。姚哥，我早上不播，好多朋友都没见过了。上班吃饭时来看看我，要做事去了。好的呢，拜拜，好好上班哦。我会在这里为你们加油的。送走了几个老铁去上班。对啊，姚哥，好多天没见你了，晚上你估计也没空。别拿太热，别着急，在家隔离42天。都在上班。现在应该是15、16度、16度左右。